我们在，这是风景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爬。好恐怖哦！这是开始，但我先不透露我们会看到什么。然后谁？我们 Hello， 好，我们要开始爬了，待会见。那个，我们好像需要拐杖哎，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拐杖？在影片里面看不出它有多陡。哇，下来的时候真的是我在录影哦。哦哦，我要不消音。我等一下再开始录，我们走到比较 critical 的时候再看，但是你可能要扶着我。现在。我们才刚开始要爬，然后现在是几点几分呢？我看一下，三点十七，3:17，然后现在大概80几度吧，还没有90度。有九十吗？有九十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开始爬了。See you later。看不到画面，但是我才刚走的10步吧，然后，可是我现在要够了，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爬上去的感觉，我们。有点像老婆婆要爬山的感觉，就是我看不到顶，然后它其实真的蛮陡的。I don't know if everyone can tell， 就是你走上去吗？你要我帮你拿，我就走到前面那里就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对啊，这样不敢往后看哎。完了，有个问题，我讲不要动，不敢往后看。等一下，怎么上来？可以 stop 吗？你上来，我再，你先按红色键暂停。往后看有点可怕。我不要。在我还能录之前，哎，你还在录哎。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那个 stop。在我还能录之前，哇，你看看人家，这就是有在跑跳跟没有在跑跳的差别。现在给大家往后看一下这个风景，然后我们只有走步大概不到10步吧，大概只有20步，我们就已经。我感觉我怕我等一下会下不来。那个有惧高症的还是稍微注意一下，然后。我们要继续爬了， I'm not gonna stop whining and just deal with it, right? 我好怕啊。我要哭了。我没有录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啥？你说啥？我们已经在这个位置大概停留超过30秒了，然后隔壁那家人、老婆婆跟小孩子已经在上面了。我们现在担心的是等一下怎么下来，不是怎么上去。好吧，我们先爬咯。我不能往后看后面，我看后面我快死掉了。所以你不要看我，我也不会往后看你的。我抓一下你。事实证明，年纪越大想越多。我们其实都很害怕。这是我们给自己的 Halloween homework。然后我们现在才看后面3:32吧。我们才3:32，我也看不到镜头。反正现在看起来比较平坦一点，但是其实我们一路都在想着，我们等一下要怎么下山，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用屁股爬下去，然后后面连狗都爬上来了，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在这边纠结什么。天哪，很漂亮，但是风景还蛮值得。现在还不敢往后看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平地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平地。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上面的人了，就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要抓着它。你不要把我往后拉就好。至于我们现在爬的是旁边，因为大家都爬左边，非常顺利的上去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是，我怕，是我，我也蛮害怕的。就是你每次讲一次，我就怕一次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上去。然后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顶。然后我们觉得有一点草丛会有安慰性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两旁爬。那是。然后请大家看那个。狗狗都跑得比我们快了。We are a little afraid of the height. Oh my god, I'm so tired. Take your time. Me too. I want to sit down already.
OK， 所以我们只有三分之二这个坡 ，Hopefully 只有三分之二，不是二分之一。然后我们这里再下一个，我们就继续了。一口罩里面是笑的，对，我们是苦笑。我本来以为我是比较害怕的那一个，因为我还没开始爬，就在想我等一下要用滑的下来了。然后我们还没有到点，请往后看。点在哪？就是 Pumpkin 在你头顶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有一段要爬，我们真的不是只爬了三分之二，我们大概只爬了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吧。可能是，好恐怖。然后来讲讲你最后一段怎么上来的。我要把抓走上来的，不然我自己一个人上不来。我就抓着你的手，然后就一直走也不管了。对，但是我现在尿都快憋出来了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往下看，就是看不太到我们的爬的那条路，所以其实真的蛮陡的。所以如果要来爬的，请找勇敢一点的人，然后大家互相帮忙上来。虽然我有看到小孩子穿着拖鞋就上来，但是这个景观真的还蛮值得的。OK，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旅程。哪个还蛮360度 ？OK， 我现在又再停下来了，然后我们疑似快要到我们要的 Pumpkin， 但是给大家360度看一下。后来发现旁边还有一条小道，但也不知道会不会很比较累。然后，下面有人在照相，然后有一点点凉了。然后我们有一点半投降，但是好像也还没死的状况。Just kidding， 就是来我们回转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已经坐下来了。然后他在我们后面 ，Pumpkin。然后，我们好像可以在这里拍，可以啊。我们先来拍几张照，然后再上去好了。然后其实看起来不远，可能要花我们个十分钟吧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刚刚又花了大概15分钟到了这里，大概是在，还行哦，这一段感觉有比较厉害一点。因为有你在，我就抓着他的手，然后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OK， 待会见。我们要录最后一段，我们非常努力的走上去。啊。OK。我帮不了你拍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鼠尾草啊。小心你，小心。你要我走在前面，对不对？那 我只能右手牵你，等一下。你可以往右移一步啊。我应该可以。你竟然自己走嘞！这好像爸爸妈妈看小孩学步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要快点走。你终于往上走嘞，是因为你在录影吗？你怎么突然间可以走了？因为看到快到了，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。他说，因为他看到快到了，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害怕了。OK， 好。你要转头啊？你不转头吗？你离我很远呢，我好怕。你离我超远的，你方肯在这里耶。你就瞬间开始爬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要快点走。你这人是怎样？瞬间开始爬，我太怕了。然后叫什么？这感觉真的还蛮好的，我们到上面了，感觉好幸福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觉得好幸福，这是我爬过最陡的山了。好像还有爸爸抱着小孩就这样爬上来，我们真的很弱哎。那里有个地图，我们来去看一下。It was a map. Yeah, that's what it was like. Oh, it was a map. Yeah. Why did they cover it? Okay. How do I show your face? Okay, 然后现在4:30，我们在这里拍了蛮多，因为我
五点了吗？可能是我幻觉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对不起，四点半。我们现在要慢慢下去了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因为刚刚怎么上来的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下去了。然后跟大家 say， 这就是电池最后一个了，所以 hopefully 我们可以继续录。耶，给你们看看。想下去，我可以在这里待着就好了。好啊，明天再来接你。可能会有小孩来跟你要糖。然后我不能一直录了，因为有点很可怕。但是这胖片还蛮值得看的。然后，有机会就来吧。耶！是小孩子都能爬，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努力一下。来这边吧。OK， 都不能停。小心哦。哎，我们下去可不可以走就是另外一条路？对啊，感觉另外一条路比较好走。哎，快没电了，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等一下再说吧。OK， 可以。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支影片，代表我们顺利爬完了。然后给大家看我们走的这一条山路呢，就看不到 pumpkin， 但是也是可以下来。你竟然滑下来了！你为什么每次我录影的时候你都跑得非常完美，然后我没有录的时候你就像我想说找死找超速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纪念一下我们的 Halloween。然后现在还有人要上来哎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。我们都是穿跑鞋，还好有跑鞋，不然一路滑下来，然后超脏的。回到车上了，然后没气了，停下来才觉得非常累。对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一窝蜂一来的时候就是停车，然后就发现就是跟着车开，然后导航先是带到我们一个没有路口的地方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跟着车回转，因为我看到一个邻居，他就一直往后指，觉得好像为什么大家都在他家门口停车，可是明明就没有步道。然后我们就要往前停之后呢，然后就会看到一台车，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之后呢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条步道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傻傻的跟着这个，哎，看得到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那边，对，就是我们就跟着这个步道走，然后前面就是它还蛮斜坡。蛮陡的，然后就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走上去之后才发现，等到我们上去才发现再往前往下走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陡的坡，就是不知道大家远远看到有没有人，有人正在往车子这边走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很快速的回转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是虽然他应该没有一点七麦吧，但是应该不，不确定。但是我们这样子爬一爬，我们三点多到的，然后现在五点，不知不觉就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还真的， yeah. 我一上车就开始流汗哎、欸。我们刚刚是风很大，不觉得热，然后不觉得就是有汗，可是一上来就开始喘。虽然我们刚开始爬的时候有点累，因为瞬间那个坡度还蛮陡的。然后下来的时候是开始，我觉得我老了，因为我的膝盖开始会痛，我的膝盖会有一点受不了，然后那个脚踝也有一点点，好像不知道明天起来会不会有一点就是动不了的感觉，会不会就是脚踝转不了？就是整体也是一个还蛮短的 hike， 然后我们觉得就是想要挑战一下，而且想要看风景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来，因为。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就是、风景真的很值得，就是很值得来看一下。然后上去才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来？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地方，就是一直都知道，然后都没有来，就觉得说一个 pumpkin 有什么好看的？其实重点也不是那个 pumpkin， 重点是由上面看下来的那个感觉，还有就是那个坡度，就觉得哇，我竟然做到了，就是16楼的高度，然后大概哎，我们可以看那个。因为它会反过来，就是16楼的高度，然后我们大概走了几步啊？3000多步。3000多步，对，又就是
我们觉得已经很累了，但才3000多步了，够了，今天这个够了。但是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，就是什么，今天的 work 要完成了，但是感觉比较，我们今天完成的是心脏的那个 work 要完成了。是的，然后出乎意料蛮多人的，然后有看到一些人真的穿着 costume 来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Halloween， 就是10月31号、嗯，然后还在疫情当中，就是上了礼拜疫情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们只要基本上我们爬的时候是戴着口罩爬的，就是比较安全啦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然后下次见，拜拜。Bye. See you next time.